第32题，32题到35题是题组，自由落体为一等加速度运动，其加速度为9.8公尺每秒，若小风在高楼上，将一个2公斤重的石块由楼顶自由落下至地面，需时4秒。请回答32到35题。32题问：当2公斤的石块落至地面时，其着地速度为每秒多少公尺？我们可以带公式解决，我们可以画图解决。老师上课喜欢教的是画图的方法解决，我们画个 VT 图，因为 VT 图直线可以求加速度、面积求可以求位移。那么我们有4秒钟，我们不晓得速度有多少，直线求加速度，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，有多大的速度改变。已知我们的加速度是9.8。 0秒的时候速度是0，4秒的时候速度是 v， 所以 v 就等于4×9.8， 也就是39.2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答案就是每秒39.2公尺。第32题问我们，其着地的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39.2。